好，先看到屏东的狮子牡丹满洲低温20度，最高温有27度，一成的降雨机会。太武来宜全日19度到27度，也都有一成的降雨机会。三地门雾台马家16度到27度，一到两成的降雨机会。桃园区那玛夏茂林13度到26度，两成的降雨机会。阿里山13度到25度，多云的天气形态，也有两成降雨机会。仁爱鱼池水利新义10度到26度，一成的降雨机会。和平区13度到26度，一成的降雨机会。南庄师潭泰安17度到25度。关西间15峰13度到25度。乌来区跟复兴区15度到24度。大同南澳16度到27度。花莲的新城花莲市吉安23度到29度。秀林万荣16度到28度。寿丰丰滨20度到29度。凤林光复瑞穗21度到27度。卓溪玉里富里低温12度，最高温有26度。长滨成功东河23度到28度。池上关山海端延平低温18度，最高温有26度。鹿野台东市卑南低温20度，最高温有28度。太麻里大武金峰达人低温18度，最高温则是28度。兰屿地区25到29度，两成的降雨机会。最后看到外岛地区低温25度，最高温有28度。